所以还来得及，对吧？是啊，搭这台电梯往上。存在人类概念里的神明所居住之所称作昆仑界，其余人们想象中的妖魔，其诞生之地视为恶火界。神明和妖魔所处的空间，对于凡人来说是遥远却又熟悉的世界。西姆丁，一个古老与现代、历史与流行交错碰撞之处，热闹又喧嚣。但也正因如此，此地满溢着无尽的活力，同时吸引了神与魔聚集过来。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维度的能量汇聚于此，意外产生了一个不稳定的空间间隙。这个充满变化的次元随时可能转变成一条能从恶祸界与人间界通往昆仑界的通道。观测到此情形的昆仑界感受到威胁，于是开始积极干涉。每当到了有时，传说中的逢魔之刻，世间的能量流便会趋于浑浊。打开这条通往昆仑界的次元，使得妖魔与人类误入其中。因此，昆仑界将这个次元命名为游闪丁。在这片无意识的吸引万物之地，出现了一名少女。有朝一日，这名少女将会击碎次元的隔阂，编织出许多的冒险奇谈。现在最初的故事即将开幕。雨下是不是又搭过站了？都要超过约好的时间了耶。喂，雨墨，你在哪？我才想问这个问题。我肚子饿，在买炸鸡了。不是说要约在六号出口吗？啊，算了，我去找你。别。原来在那边啊，这哇，不愧是在地人，一下就找到了。跟在地人无关，还有啊，好了好了，哎，店不是在这里吗？那奇怪嘞，怎么擅自搬家了？好像是这边，诶，又好像不是这边呢。好像不是这边。第一间要吃的店好像在另一边。什么什么？要吃不止一间啊？哎，等雨下。啊，讲到吃的就跑这么快。不对不对，绕错地方了，要走这里才对。啊，我知道了啦，是这边吧？应该吧。没路了，哦，你别乱跑了，刚刚迷路还没学乖。哎，雨墨，我看还是先回到人多的地方吧。这里走不过去的话，我就不会走了。哎，刚刚还没有这个的吧？哦，怎么这样子啊？哎，为什么突然人变这么少？
这里是六号出口没？雨墨，等一下啦，你走好啊！抱歉抱歉，但是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啊，车站的名字怎么好？雨夏，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不要丢我一个人在这里了。我。有闪丁，不是西门丁吗？啊！雨夏，你怎么了？这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什么？居然有人类在这里？好，这个小妹妹姑姐看起来没事，这个马尾的就危险了。小姐，醒醒！什么？流氓？不好意思啊，我就长这德性。小姐，稍微忍耐一下，我马上帮你治疗。治疗？这是什么？好温暖，好像有股力量充满全身，越来越强了。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叔，你怎么了？怎么变成这么可爱的样子？这下子。小姐，打架？我们只有看过电视上的格斗比，这样算会打？不管了，是。呀，倒下吧！哎呀，好险行得通！如果猜得没错的话，我的力量现在跑到你身上了。啊，所以大叔啊，我也是吓一跳，有一种。店长。店长，店长，没有担心这位少大叔救我。店，呀，呵，哼，呀，呀，呵，怎么样啊？哼，哎呀，还真的恢复成人形了，看来要脱困不成。大叔真的很强。我不是流氓。抱歉抱歉，小姐啊，哦，现在大叔名字很像啊，其实好。